女孩什么样，看我就知道。对呀、啊，看你就知道，有一股浓浓的味道，台湾的甜美的味道。同学来了，有特色女孩就是让人心动。哎呀，外国的朋友们说了。有特色的女孩就会让人心动啦。台湾除了美食跟人情味会吸引外国朋友注意之外，还有一些很有特色的女孩，总是能够让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这欣雅其实真的就是可以代表台湾了，浓浓的台湾的感觉。讲什么？台湾之光，台湾之光，台湾之光，台湾之光很多啊，是不是？嗯，对对对。我跟你讲，丰田来讲最对了。因为他看过很多不同的台湾女孩，对对不对？然后用从一个国外切入点，哦，一个是以亚洲人来讲，你是算很高的，这是台湾人的特色。我不想被讲高。哦，他不喜欢被讲高，可是这是好的啊，不是被聊。腿很长、细长、对，又直，因为日本人都是 O 型腿，对对。看到你的直直的腿，觉得很羡慕。日本女生有些比较 O 型啊，台湾女生是直直、跑得快、跳得高，对。然后眼睛大大的，眼睛大，看得远，五官立体。看五官脸立体，对，还有呢？还有脸很小，还有吗？奇怪了，为什么我们两个好像是被审问一样啊？怎么心里面有种怕怕的感觉？还有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们要问一下外国的朋友啦。来到台湾之后，台湾有哪一些女孩让你印象深刻？今天我们全部大家都来讨论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哎，谁先讲好了？好，我先。贾斯汀，哦，廖慧，钢管舞女孩，钢管女孩，对。而我第一次是我记得我跟朋友我们走在外面，然后有那个电子花车，有这种音乐，然后不只有这种，你也会哦，会，它上面还有女生在跳钢管舞，哎，哇，好嗨哦，我你没有声音啊？啊，什么东西？你不是要试着做那个？有，但我不想打断他，我的才艺太多了，哎呦，才艺太多。哎，你一表演完，哇，糟糕，其他人黯然失色，这样子不行。你刚刚那个没有声音，你真的有吗？你用看。坏掉了。哦。这个麦克风怪怪的，来。继续说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这一招新的哦，新的哦。再给麦。这一招好。没有人这样，节目大家划过就算，他一直问。这对不能这样子搞嘛？我不想要那么有自信啊！怎么弄？哪边痛哪边打？对对对对，来，反正我就开始跟他一起嗨起来，然后我就觉得哇，他们都在跳，我也想跟着跳啊，然后就动来动去。对，然后我问我朋友说，今天有什么 party 吗？他说哦，人家过世啊。哇，吓一跳！有丧礼，结果后来他们也是有花车。我想说，我真佩服这个人哎！对对对，要是我有一天死掉，我也想要这样过哎。嗯，对，多闹多嗨的一件事情，我们会帮你安排的，可以吗？拜托，然后你也跟着一起跳，我当然我帮你跳，哪有什么问题？这是一种啦，当然还有各千千百百种，不是只有跳钢管而已。我觉得大家对于钢管女郎会有一种就是刻板印象，你们知道现在的钢管女郎其实非常专业，对啊，就是她是一个运动，对，钢管就是全身上下核心都在出力。然后我看我朋友练习啊，她是整只腿全部淤青，淤青淤青，超像被，也是啊，那不简单哎。超像被夹爆的，对啊，夹旋转啊，对，所以那摩擦很难，超难等等的，生热吗？有些转不是还烧档啊？对，会烧伤，破皮了，对啊，破皮哎，其实很辛苦，超辛苦的，所以真的蛮强的，对啊。我想很多男生也有练的，那男生怎么办？属膝部吗？对啊，有男生有练啊，就是直接钢管拿着，然后整个人。哦，像鲤鱼鳍一样，对啊，鲤鱼鳍三角裤，那个要多少的体力、那个肌力、肌耐力才可以这样？那些男生，我们去就变沙威玛了，你知道吗？沙威玛真的，对啊，顺便帮你消瘦一点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刀子削一削，哎，这个厉害了吧？是不是？我觉得那个光杆舞那个之前桃园。就是我看到那个桃园有那个光杆舞的车，那刚刚他们休息，对，在那个角落他们停车，那个靠那个路边要休息的，我就去好想问一下那个，天哪，那练习这么辛苦，会不会一些身体一些有问题啊？他说有那个关节痛啊，或者是那个脊椎很痛这样子。哎呦，对，那样子怎么办的时候呢？哈，他们都有身上有带一个台湾的一个东西哈，普拿疼肌力，对，普拿疼肌力，他们都感谢台湾，感谢阿 Ken， 普拿疼肌力。等一下，你到底是不是想要抢我的代理？
最近不是他第一次拿出来，这个意图太明显了。对呀，为什么就要请到胡这样算招商吗？反正就感谢了他们。是是是是，对对对对，我常常提供他们这些消除肌肉酸痛，自己提供给他们哦。是啊，要啊，对啊，对。好，还有什么呢？对，然后你自己讲到韩国的，韩国也是啦啦队女孩也是很强的，对不对？那个韩国也有，那韩国那个棒球场有另外一个特色呢，除了啦啦队之外，好，告诉大家有一个很独特的、很特色的一个，这就是球童，球童啊，对，球童嘛，就是捡球，或者是那个他们会把那个什么那个打者就是那个。球棒，对，哎，赶快去收起来，因为要赶快进行那个比赛，把球员的球棒收起来。他们角色很重要，一开始那时候很多是男生做的，那后来呢，有注意到谁呢？这种的球童女孩，好漂亮，这么正，我也要把球棒交给他们。所以那个每一个球队呢，都是很竞争去找那个啦啦队之外，还有去特别严选，就是那个球童，对，还有哪一种迷人的女孩？从外国人的眼光来看看，小玉，你说槟榔西施，槟榔西施很有特色，对，可以经典，不可以忽略啊。一定要讲的。之前是刚来的时候就去那个在中央大学读书，然后每次都会经过那个中立交流道，对，中立那边，中立很多，真的很比便利商店还多，对，真的吗？对，那边内需哦，真的，但是一个一个比，这是很辣。不要说我自己，女生都会喜欢看，但是好羡慕，这真的身材超棒，身材好，那条路是最安全的，因为速度会放慢，对，所以这样看，哇，这根啊，蛋嘞，这根没碎咯，慢慢，慢慢，蛋嘞，这根抓慢，他就是车慢慢前前后后前后都不会出车祸，对对对，非常 safe。那我们这种内行的，一去就车一停就是。不油啊！这是什么？包叶子，包叶子，他们自己会一下就知道。你都不知道吗？所有这些素食店的什么得来素都是抄我们的、啊，对吧？我们是吃啊，我们是最早，对不对？槟榔西施的文化就是直接车停在旁边，你过来送东西给我。哎，很强的。因为我是读国际关系嘛，然后我常常要插，比如说就是台湾的一些事情，然后要在上课上报告。然后有一次就是我特别看到就是俄罗斯新闻有报道槟榔西施，然后就是报道刚好就是那种穿的特别辣的时候，然后他们一直很赞美那些，然后说就是哦台湾人这种文化。然后我还看过他们表演，他们好像会跳舞还是什么的。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好像全世界都很有名哎。其实现在台湾的槟榔西施已经 international 国际化了，真的。他们现在新一代的槟榔西施，他们有结合了像是刺青文化，然后还有街头文化、潮流文化，甚至还有自己的周边商品，给大家看一下。那什么？哎，自己的打火机吗？是打火机没有，是女孩的。像这个商品是在松山店跟万华店都有一个分店，它叫宝贝槟榔。然后他们的整个装潢感觉是那种很现代霓虹感的感觉，想看，就他们有出自己的周边商品，然后跟啦啦队女神一样哦，他们还有自己的明星阵容，烟灰缸贴他们的照片，对，然后烟灰缸里面它上面这一颗一颗是槟榔的那个上面的壳，然后放他们里面的照片，就是这个女孩有在那个店里面，对，他们每个都穿超辣，而且自己在收集，可是有的是用火烤一烤，她衣服就会不见的那种，这个你知道吗？有些搓一搓，或者是这样，这种，对对对，打火机的那个照片啊，用火烤一烤，它是就不见了，搓一搓不动，对你不能一直烤，一直烤会爆炸，你在干嘛？我嫌她穿太少，听说搓一搓会有大衣在披上。然后你动作很危险，这样子这样它会不见，反搓它衣服会越而且不能拿太低哦，很奇怪，对，对，你拿那个没变啊，没变。然后他们里面每一个槟榔其实都是小网红，就是每个人流量都超高哦。然后我有为了这一次特别献出我第一次买槟榔，然后我有去买的，是吗？给大家看一下影片，为了我们是。有各位，现在我带你们来到宝贝槟榔最潮的槟榔摊，让你们看看一下槟榔西施的文化 ，Let's go。看它的外观，这枚我想要买，奇亚跟柚的各去啊，配的我一定会去，常去啊，常去。我来考官第一句，等他会考怎样五十。它里面有台湾的，有，他们还有结合钢管文化的，钢管来一份，还有一个艺术家来，胶带，还有打火机，现在在卖，就在那边跳舞，这是我，有时候会有表演。
就吸引客人，紧张，超紧张啊，超很少看过那么正的，可以拍照，可以拍照吗？好啊，好，三二一，很像痴汉的那种，你变粉丝了，哇，好像中间见面会一样，这什么？像这个是底片的贴纸。它没有什么功用，但你可以贴在玻璃或墙上，贴上去之后是一个胶带的样子，在上面全部都是他们槟榔西施的很辣的照片，超辣那种 cosplay 的样子的。所以那个冬天也这样穿的。对对。他们里面有暖炉的。可是他刚走出来啊，在那拍照就冷死。他们的薪水待遇很高，很高的。对啊，你自己不是以前那一个戏里面好像也是有扮演槟榔西施？对，但是我接触的都是比较是阿姨型，就是纯粹好吃的那种，对，他们的手都很。就是长年累月不停的在包，然后我们在学的时候是有戴一个大拇指戴手套，然后那个阿姨说他们后来包到后面都不戴了，就麻烦，所以他们就直接包，手都很，但是手会伤到。对，刚刚讲到槟榔西施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，哎，现在可能我比较少碰到，以前我都在酒吧打工，对，酒醋小姐，酒醋小姐，酒醋小姐也是很吸引人，是是是，而且哦，根据酒的不同的品牌、不同的项目，比较红的酒，请的小姐、醋小姐都不一样，素质都不一样，素质都不一样。那个穿那个沙龙开叉开到这里，百威的小姐，哎呀，百威的，百威就是跟海宁跟他对尬的，百威。哇，那 Budweiser， 而且那个，而且酒醋小姐最热情，她希望你喝她的酒，她销售很好勾吧？是是，酒醋小姐，而且酒醋小姐他们的形象非常好，因为配合了酒的厂牌，对对对，烈酒的牌子，哇，那是套装，对，黑丝哇，高跟鞋，对对对，满足所有夜生活的幻想，对对对，他而且还不是随便哦，还不是随便，就是啊，我想要当酒醋就可以酒醋，不行，你的身高仪态要拼，对，跟空姐差不多，对。还有气质也很重要，有些那种烈酒 whisky 的那种，英文要会讲，哇，还有讲介绍一下，对啊，你要介绍一下你的酒的特色啊，要介绍啊，高跟鞋蹬得很高，对对对，每天弄得跟庞德女郎一样，不输，好像拍007哦，不输哦，然后有时候他们还要说说卖酒，如果卖酒卖的不是普通的话，他们还要来一段钢管，哎呦，钢管要是没人看，再来卖槟榔。他们是全套全套什么全能的酒醋小姐，酒醋小姐你们有看过吗？比较少吧，有有日本，日本有，日本有，日本也有吗？日本有，日本有，日本有。哎，其实工作内容也差不多，然后要干嘛也跟台湾差不多，但是有一个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，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就。跟可能年龄比较大一点，哦，这不行，这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不是小姐，这不行，这是老板娘了吧？老板娘，这是卖米酒的，对不对？卖米酒，这是卖米酒了，我看到这个上头，是不是？这个我们啤酒到烈酒都有，这个都有，就看那个店家了。哎，其实就年龄差一点点而已了，其实都差不多了。他是没有客群也差不多五六十的，那看到他也是会觉得哇好正哦，哦，对吧？对，对吧？何敏，合理。对，哎，的确，你是是没错，八十岁的阿伯去喝酒，看到他，年轻啊，哎呦，年轻，对对对，会喜欢哦。这个东西呢是比较偏向是看文化的，那日本的这个东西是比较偏向是居酒屋型的一个老板娘，那这个东西比较偏酒的方向，就变成说酒店的妈妈桑。嗯，对，哦，有那个系列的，是是是，对，所以年轻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当那个酒醋小姐，所以我觉得地位不够。超奇怪，他们的夜店是谁啊？啊，他们在夜店怎么没有那个酒醋小姐？他不是在夜店会拿着那个，比如说什么香槟还是什么？他们有一种酒吧，就是你进去喝，然后年轻的女生会陪你喝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个是叫酒店，是酒店小姐，酒店也不一样，也不是酒店的。你昨天去的是酒店小姐，没错。没有没有。我讲这个，因为我刚刚想到这个，你说这个很丑，对不对？有一次孟多带我去那种就是一个酒吧，然后女生也会陪你喝酒。孟多带我去的，我跟你讲，他里面的女生都很像摔跤选手，哎，都很像摔跤选手，很丑，哎。孟多是酒吧，有个好处啊，客人不敢跑单啊。对啊，喝完都乖乖坐在那里，直接水煎了。客人也好啊，也喝不醉啊。啊，你是没去动，对对对。客人都喝不醉，可以继续喝。点多一点，点多一点。有些是故意的吧，就是里面都是比较
壮的女生，像我去看到有是一间店里面都是大肚子的男生，哎、欸、啊，主题性反而是男生，对不对？男生过来都是大叔，大叔胡子很大，胡子会去那边，每一个都是痴汉还是那种？不是，他就是造型是那样，所以有些是喜欢内型的人就会去那间店，哦，喜欢就有特色的店啦，对对对啦，他不一定是他也只是陪你聊聊天喝喝酒，他也没有跟你干嘛，对不对？OK， 台湾好，就是刚来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到目前也是一样的。我就很欣赏的是，台湾有哪一位呢？就是大力士女孩，大啊，真的大力士什么？你们应该我讲哦，对，看过这样子。什么那个在大马路哦，或者是小巷子也可以，就是就等朋友或者什么等车或者什么的时候呢，哈，你看一下，很多那个机车那个车子停车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很瘦不高个子不高很瘦的女孩就停下来，哎。根本是没有位置，但是呢，他一下来干嘛呢？把那个包包放上去，车上放上去之后呢，把车子开始挪一下，你知道吗？从一般调位置啦，挪那个十几台，你知道吗？挪哎，有了位置，有位置，那马上就停，你知道吗？哇，然后他就把那个这个数据拿出来，就输一输，然后就哦，开始照镜子，就鸽子这么小，都他们力气这么大，你机车很重啊。习惯了，他们都习惯，因为台湾机车多，对，机车多，他是不移，他永远停不到位置。对，所以他这个，而且他有。可能有一个巧劲儿，对不对？这新雅应该也是会也移过吧？我移不动，我很瘦弱。哎呦，讲这么反话，我真的没什么力气，这种啊，需要被保护的。今天就要让你们知道台湾女孩有多大力，就你跟达夏好了。哇，达夏应该是达夏会赢，代表俄罗斯，达夏一定会赢，代表俄罗斯。我们来比个腕力，好不好？这个好，来试试看，来 PK。来，我们要决定大力女王是谁？哎，现在是俄罗斯 PK 台湾。哦耶！然后下面新雅姐来，因为通常是这样，我们现在看那种很多竞赛习惯了，对，一开始都要呛虾，就是说人家垃圾话，就垃圾话，先站一下，讲一讲，你训啦，你滚回家什么之类的，来，对对，就讲类似。什么资格跟我比啊？哎呦，来，就有超大的俄罗斯。我可能比你高。哦，哇，站出来就好弱，好弱的呛虾，这是一个事实。怎么这么弱的呛虾？好弱的呛虾。好了，两位好像你们两边都不真的很想赢的感觉。谁会想要力气大啦？刚刚人家有个诱因啊。啊，输的佩德罗要给他热舞一段。哦。哇！一万块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加油！两位输的让我们磨蹭可怕，精神。预备备，哇，大家都开始嗨了，这样。好，来喽！预备备，哎，这样好狂！准备好了，来，预备备，预备，哎，点，还没，请放松，放松，准备好了，在中间位置哦。别聊，我手要勾好。热，预备备，请开始。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，中间综合台。同学来了。